掉下来呀、啊，吓死我们了。哦，好家在都没人受伤了，好家在了。冯医生，吓我一跳，真的。那时候情况是什么样啊？就风大掉下来呀、啊，很大声吗？对对，啊，还有东西都吹走了，吓死我们了！吓死！好、哦、啊、哦，那时候有人经过吗？没有没有，有一个人在红绿灯那边。哦，好家在都没人受伤了，好家在了。冯医生，吓、哦、我一跳，真的。那时候我坐在这里，因为没有客人。我站在那边呢、啊。好家在我们都没有在外面了，眼睛金金看他碰下来、哦，太恐怖了。所以姐姐，你亲眼看着他在掉下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轰炸，轰炸掉下来呀、啊！